各位法师，各位居士菩萨大德，大家好。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做博学问答。上一回信徒问说，有信徒非常护持三宝，精进用功，但却发生车祸意外身亡，请问此信徒能否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今天再把这个问题呢，进一步的来做说明。那么，我们先了解说，人死的时候是什么力量决定我们投胎到哪里去？在经典里面讲到说呢，人死的时候呢，是随着三种的力量而决定我们往生的去处。是哪三种力量呢？第一叫做随众业，第二叫做随习性，第三呢叫做随念。先来讲到第一呢，随众业。就说你在世的时候，如果你造作的极大的善业，不管你是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你造作持善业，你是这世间的大修行者、大善人。那么这种善业的力量，就会让你往生投生到善道去。佛教呢，否定说呢，有一个造物主在决定你的这个生死，要让你升天就让你升天，要让你下堕就让你下堕。我们佛教呢是反对这样的说法的。那么你造善业，自然你的神识在你临命中的时候，它会上升。你如果求生到极乐世界，这种重的善业力量将会牵引你往生到极乐世界，或者是投生到天道。那么这种力量啊，经典里面呢，就做一个譬喻啊，就说呢，把一瓶油倒到水里，那么倒到水里的时候呢，这个油它会浮在水面上面。佛陀啊，就以此来做譬喻说，人呐，造善业的话，那么死的时候，他的神识自然会上升，就如同油啊，倒在水里。它自然，它会浮在水面上。这个是呢，它善业的这种力量，而让它神识上升。这个是造众的善业，能够得生到善道去。那如果造作众的恶业，尤其是造的忤逆12罪，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身，这种业呢是非常的重。那非常的重呢，死的时候呢，这种重的恶业力量就会牵引他堕入到地狱或者是恶鬼畜生。那么这种重的恶业力量，在他临命中的时候，由于他造作重的恶业力量，他神识会下堕。那么在经典里面呢，就做这样一个譬喻啊，如同大石头把它投入到河流里，或者是大海里。那么这个大石头呢，它必然是往水底下沉。那么佛陀啊，就以此来做譬喻啊。人呐，造作极大的这种恶业，
我刚刚所讲啊，如果是造的忤逆罪，乃至上品的十二业，那么由于你种的恶业力量，会让你在临命中的时候，你的神识往下堕，这个就是你这种业力的这种力量牵引你下堕。这是第一种力量，就是随着重业牵引你投胎到善道或者是恶道。那如果说你在世的时候，你也没有造很大的这种的善业或者是大的恶业，那么就随着第二种的力量，叫做随着习惯性力量来牵引你投胎到哪里去。那么习惯呢，当然也有好的习惯跟不好的习惯。好的习惯，你平时都有在亲近三宝都有在听闻佛法，有在诵经，有在礼佛，有在拜佛，这个都是一种善的行为习惯。那么这种善的行为习惯的时候，在你临命中的时候，当你意念起我曾经到佛寺去供养三宝，或者受持戒法，参加共修，那么以此这种善的习惯性力量，就会牵引你投生到善道去。在南传佛教国家他们有信徒在往生的时候，那么法师就会叫他意念你曾经呢在寺庙里受持戒法或者去参加共修，这种善业的这种习惯性呢，就会牵引你投生到善道去。那么再讲到说，如果是恶的这种习性，你平时有在造作杀盗淫妄、作奸犯科，造作十二业，那么在你临命中的时候呢，这种恶的这种习惯性，它会起现行，比如说像喜欢钓鱼的人、捕鱼的人，那么在他临命中的时候，他会看到河流，看到大海。一般喜欢捕鱼钓鱼的人，他看到河流，看到大海，习惯性使然，他一定是想要去抓鱼钓鱼捕鱼。那其实这个是业力使然并不是真实的有那个河流或者是大海，但是你看到那个境界之后习惯性使然，你就去前去想要钓鱼，想要捕鱼，但是这种业力呢，他会牵引堕入到三恶道去所以说恶业的习性会牵引你堕入到恶道，善业的习性在你灵命中这种习惯性起现行的时候就会牵引你投生到善道去这是第二种的力量，这个随习惯性的力量。那么第三种的力量呢叫做随念。随念呢，就是说你在临命中的时候，你那个念头最重的由你这种念头的力量呢，会牵引你投身到你想去的这个地方。在我们汉传佛教国家里面很提倡临终助念，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临终助念的意义。这个助念呢，就是要帮助亡者
提起正念，一心呢归命求生极乐世界。那么临命中的人，他这个念头能够把握得住，不被其他任何的境界所影响，那么旁边助念的这些莲友一直帮他念佛，然后他提起的正念原念在这个佛号上，以此这种正念的力量就能够呢牵引他往生极乐世界去。那么刚刚讲到南传佛教国家，他们虽然没有求生极乐世界这种观念，但是法师呢会开示这个信徒临命中的这个信徒还没有断气的时候，他们就会请法师来做开示，然后法师就会跟他开导你意念啊，你曾经在道场里面听经闻法，有去供养出家人，有去受持戒法，你去意念这些善的境界，那么由此因缘他就会得生到善道去。所以这个第三种呢叫做随着念头的力量而牵引亡者投生到他念头想去的这个地方。那么以上所讲的这三种的力量，随众随喜随念，它也有互相的一种因果的关系。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先起一个念头，我今天要去供养三宝，或者到寺院去参加共修受持戒法，你先有一个念头我想去，然后这个念头你如果能够把握得住，说我要去参加共修，我要去受持戒法，你这个念头不被其他的念头其他因缘所影响的话，那么由这个念头的力量你就能够呢到寺院去参加共修，或者是呢受持戒法。那么当你去参加共修或者是受持戒法之后，你常常去常常去，那就变成一种习惯性的力量了。那么有习惯性的这种力量啊，慢慢慢慢它会变成一种很强的善业力量你常常熏习善法，你听经闻法，在亲近三宝，本来是一个念头而驱使你去参加共修去受持戒法像现在我们海涛法师呢也在各地都有在这个举办受持八关斋戒那有的信徒他是一个念头说我来参加这个法会看看那么有这个念头他就去参加，那有的信徒他是只要有法会的他就去参加，所以已经变一种习惯性。那么这种习惯性呢慢慢慢慢他常常亲近三宝，常常去受持戒法，那么有这种习惯性的力量呢就会变成一种很强的善业力量，那么有这种善业的力量在他临命中的时候这种重的善业力量，当他回向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有这种重的善业力量就能够牵引他投生到极乐世界去那么有这样的因缘关系呢，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念头习惯性还有呢这种重的善业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念如果还没有串习成一种习惯性的话，这种念头它还是会改变的所以如果说一个人
平时都没有在念佛，没有在亲近三宝，那么一直等待说在我临命中的时候啊，只要有这些莲友帮我助念就好了，我平时就不用去念佛，也不用修行。如果你有这样的这种心念的话，其实你要往生的时候是否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这还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个念头还没有养成一种习惯性的话，它随时会有其他的因缘去改变你这个念头。就好像说你要是去参加我们生命电视台所举办的这个八关斋戒，那你平时就没有那个习惯性去，只是一个念头想去，那么刚起这个念头，有信徒跟你邀约说，哎，那个参加八关斋戒呢，那个功德非常的殊胜啊，你也能够呢参加看看啊，然后就说好，某月某日呢我们一起去参加。好，你有这个念头了，但是当那个日期到的时候，你又有另外一个因缘有朋友这个很久没见面了，邀你呢一起去聚餐，参加宴席或者去旅游。那原本你那个心念说我要去参加受持八关斋戒，然后因为有其他的这种因素，人家邀约，你可能会改变这个念头那么你改变了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原本想要去参加这个法会就取消了。那么平时没有在念佛的人，等待说你命中莲友来帮他助念，那么是否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这个都不确定的。因为他的念头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就说他在临命中的时候能够圆念这个佛号，提起正念，然后呢一心求生极乐世界，那种心呢非常的强在地藏经里面讲到说，人死的时候业力它会起现行，就是会看到你过往的六亲眷属，或者是我们在世的时候所造的善恶业，那些的境界呢它都会起现行。那么这些境界起现行的时候，如果你那个念头没办法把握得住的话，还是会改变的。就我刚刚讲的，你喜欢钓鱼捕鱼，那么看到河流的时候，那种习惯性嘛，你就想要去钓鱼但是那个是你的这个业力起现行而产生的一种幻境。当你去想要取钱去做钓鱼的时候，捕鱼的时候，可能这样的一种业力就让你堕到三恶道去了。当然信徒也有问说，那我们平时都有在护生放生也常常看到河流看到大海那这样我们往生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也会堕入到三恶道去？信徒曾经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说你那个心态不一样。你去放生的时候，你是起慈悲心你是要维持这个水族类的它的寿命，你起的是一种慈悲心。慈悲心的话是善心，
那么这种善的心，虽然你看到的是同样的境界，河流或者是大海，但是你的慈悲心使然，有你这一颗慈悲心的力量，会牵引你投生到善道去。但是喜欢钓鱼捕鱼的人啊，他是一种杀心啊，他要杀害众生啊。虽然境界是一样，但是心态不一样，一个是起慈悲心，一个是起杀心，所以果报就不同了。话又说回来，人死的时候啊，就随着这三种的力量，随着众业，随着习惯心，随着念头的力量，而决定我们往生的这个去处。那么平时你都有在念佛啊，本来第一次听到佛法很殊胜的时候，然后听到佛啊师父呢在讲这个念佛的利益的时候，你开始啊发起念佛的这个心，有第一念之后，然后你常常啊去念啊，那么常常念的时候就变成一种习惯性了嘛。那么有习惯性，每天念每天念啊，常常念时刻念，那么无形之中啊，它就变成一种很强的一种善业的力量。那么在你临命中的时候，因为你那个善业的力量已经很强了，这种力量的话，自然它会牵引你往生极乐世界，乃至投生到善道。就我刚刚讲的经典做的譬喻，如有倒到水里一样，它自然会啊会往上啊浮起来。那么也有信徒说，那这样子如果造的是恶业的话，那是不是没有办法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大石头丢到河流，丢到大海，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缘力量的话，它必然是往下沉。但是如果有船呢载着这个大石头的时候，这个石头它就不会往下沉了。所以啊，我们经典错比喻说，三宝如船啊，三宝如法船呢、啊、它能够载我们从此岸到彼岸。那么由这样的一个譬喻啊，虽然我们过去造了很重的恶业，但是我们啊能够皈依三宝，依着三宝法船的力量，承载的我们虽然过去曾经造作恶法，但我们只要不离开三宝，以此法船的这种力量呢，能让我们从此岸到彼岸。好，今天时间关系，就跟大家讲解到此。祝大家业障消除，福慧增长，阿弥陀佛。